Thank you.
行了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我想，如果他们就说打电话，我说那你那个是我打电话，我说你打的，我说谢谢你啊。休息我已经发他不接，因为我妈临时急切，我一发明白了，这电话关机，我现在就能打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明显给你带给，而且另外这边营业情况下有技术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说跟人吃药。